我今年初一了，然后从开学以来一直没有见过同学和老师的面，到现在就非常渴望能够开学去见一见同学，还有老师们。我们一家三口来，全部分到这边以后来，一直跟我妈在一块儿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就是说能够长时间的跟老人在一起，互相有个照应，就是说平时来工作太忙，也回不了几次家，偶尔的。 这次分了这么4多天，增进了跟母子之间的一种感情，就是说，平时呢，娃娃上学也见不到爷爷奶奶，这次分到家里来，对孩子来说，也挺好的，跟奶奶有更多的交流。我现在在这个城东跟城东的边界，我现在要解封了嘛，心情特别的激动，因为马上要见到我的女朋友了。 40多天没回自己的家了，解封以后回去了，第一件事就是先大收拾一下，把家里。这是主要的。收拾完了以后，那现在不是程序可以堂食了嘛？那带着媳妇带着娃娃可以去吃火锅。渴望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要去吃一顿好吃的。解封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就，可能回老家的话，赶紧就先回老家，毕竟出来。 7个月了，一直没回老家，现在工程也都停了，我们能回家赶紧回家和家里面的人团圆。